照做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准了，真的，再进去被卡住了，五角了，终于了，这应该是三七直之，哦吼，
孩子逃出来救他哟。接近啊！原来这个位置是今天进球的黄金区域啊！对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右边路的传中是传得非常的精彩啊！哇，才刚说射门机会不多，但是要知道今天他们的把握性是不错的，四次的射门，四次的射正，终于取得一个进球。而且这个球有点温热的。